受到台风以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影响，基隆市下起豪大雨，袭击七堵区东兴街以及大华一路，造成土石崩落，交通一度受阻。我是林富明哦，是的，也特助哦，林富明哦。目前哦，咱东兴街哦，就91号，是在那个红安呐、养老长照照顾中心哦，这边哦，我土石滑落已经在这边戒备哈、还有通知我们的那个相关单位哦，尽速哦前来这边处理。富明哦，事先跟那个我们这边的居民哦，在这边了解一些状况哦。希望大家出入要小心，出入要小心。由于还有间歇性的风雨，加上土石含水量饱和，崩落的情况还有可能再发生，提醒用路人要特别提高警觉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